切多少？20左右吧。20左右啊，好的。好了，这里够了。切另外一种、啊、有没有另外一种？哪一种好啊？这个好吧。好了，这个不是很鲜了、啊、这个也是它部位不一样，要不这个是那个腿边上的肉，这个稍微那个一点，这个稍微怎么样？稍微甜一点点，但是这个嫩一点，这个甜一点，嫩一点，这个嫩一点啊。这个吧，你尝一下这个吧。每样切一点吧。每样切一点，对吧？刀子下来。切另外一边可以吗？这边。这边。我喜欢带劲的，对。带劲一点，对。好。刚才你吃的这个是那个扇骨的，就是那一块大的那个骨头，哦，贴在上面的那个肉。啊、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再来一点。啊，对，来一点。这个早上宰的是吧？对。那另外一边呢？你看一看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怎么样的？一样的，你要哪一边都可以，这边。这边好，好了，够了。够了，起来吧。Thank you.